逆境同行，守护心灵。四月二日，祈祷日志。我们在逆境中同行的人，正在受到很多不同程度的压力和挑战，有时真的使到我们疲乏不堪的。诗篇十八篇三十一至三十六节：除了耶和华，谁是神呢？除了我们的神，谁是磐石呢？唯有那以力量束我的腰，使我行为完全的，他是神。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，使我站稳在高处。他教导我的手能征战，我的膀臂能开铜做的弓。你赐救恩给我作盾牌，你的右手扶持我，你的庇护使我伟大，你使我脚步宽阔，我的烛火未曾滑跌。我们有两点一起思考，我们除了神，还有哪一个可以投靠呢？我们的神怎样去照顾和帮助我们呢？我们在抗疫的日子里面，面对的压力越来越沉重，叫我们越来越吃不消，受到的挑战也都越来越深沉，叫我们越来越受不住。倘若不是你的能力充满我们，我们断不能征战到现在仍然站立得住。如果不是你的保护浮庇我们，我们断不能存活到现在仍然完好无缺。若果不是你亲自来带领我们，我们断不能奔跑到现在仍然行在正路上面。因此我们靠着你能够做一个刚强的人。我们有三点继续祷告，求主帮助本国能够控制到疫情，不会引致社区大爆发，保护医护有平安，肩负起抢救病患的工作。第二点呢，求神去怜悯那些死伤沉寂的国家，安慰哀伤的家庭，坚固救急扶危 的人员，叫他们能够早日脱离困境。你都求神去怜悯我们在现在面对各样的压力和挑战底下，叫我们能够晓得去投靠神，使到我们能够刚强壮胆。